Sunward SWSD 双动力头强力多功能钻机。SWSD 双动力头强力多功能钻机是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研发的一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桩基础施工设备，其多项核心技术国内首创、国际领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等多项专利授权。SWSD 双动力头强力多功能钻机解决了长期困扰桩基础施工行业的大直径桩基础高效率打孔入岩和桩孔护壁泥浆对环境严重污染两大难题，并具有一机多功能、多用途、多样化施工的显著特点，满足桩基础施工市场对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节能环保等方面的需求。SWSD 双动力头强力多功能钻机主要由全液压高稳定性的履带式装架、全液压驱动的内侧动力头、外侧动力头、套管螺旋钻及前孔锤等新型组合钻具及先进的液压电气控制系统构成，使用多种工法，在各种土层、砂层、卵砾石层、漂钴石层、岩层等地质条件下进行钻孔灌注桩、咬合桩、钢管桩、钢管复合桩、 CFG、 CFA 桩、废旧桩清除处理等多种施工。 SWSD 2512-3618 双动力头强力多功能钻机适用 0.5 米至 1.5 米桩径孔径、成孔孔径、孔壁形状规整、桩身综合质量高、垂直精度高。 SWSD 双动力头强力多功能钻机采用全液压驱动双动力头、横功率变量、大扭矩输出、大直径高强度立柱、铰接三点支撑，实现水平微调、垂直自动调整、高稳定性的底盘结构设计、双发动机、双泵组配置、整机全液压驱动、螺旋钻杆、外侧套管和前孔锤的新式组合钻具。主要桩型施工步骤：钻孔灌注桩，使用套管钻杆加前孔锤入岩施工；钻杆套管加前孔锤组合冲击打孔，套管跟进护壁；钻进至设计深度，钻杆、前孔锤提升，套管留在地下；插钢筋笼，灌注混凝土，拔管成桩。钻孔灌注桩使用外侧套管加螺旋钻杆施工，钻孔套管跟进护壁，钻进至设计深度，钻杆提升，套管留在地下，插钢筋笼，灌注混凝土，拔管成桩。咬合桩施工，钻孔咬合灌注桩作为一种基坑维护结构，是一种较成熟的施工工艺。钻孔咬合桩有两种桩型， A 桩为塑混凝土桩， B 桩为钢筋混凝土桩。先间隔施工 A 桩，后施工 A 桩之间的 B 桩，最终形成 A 桩和 B 桩的咬合结构。施工方法： A 桩塑混凝土桩施工过程，钻杆和套管同时钻进及排除，钻进至设计深度，钻杆和套管同时提钻，从钻杆中心泵入灌注混凝土，提钻。